个坐在最后面的同学。大家都以为这个位置最好混，但是你错了，最后面的座位根本就是对耐心的磨练。看好，看好了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真相。好，同学，现在把课本收起来，开始考试了。老师，这里少一张。那后面的同学，你过来前面拿。拿到前面来换。老师，我这里多一张，帮老师拿来前面。最后我单子都忘光了。每一次都是我收考卷，就不能看到我在睡觉，帮我收一下吗？这一次我学乖了，我就撑着不睡。好，那考卷由后面往前收。也是烂的，讲义烂的，回家功课烂的，还被踩过，就连营养午餐的水果，等一下是玉米，就连学校营养午餐的水果，这是青椒，就连学校营养午餐的水果都是烂的。好，同学 A 站来黑板做这一题。难道是我的错吗？是我今年犯太岁，还是学费缴太少？没有嘛！看了这么多，你还觉得坐在这个位置好吗？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各种同学。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帮我们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的话，也看订阅哦。那别忘记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，并且分享给你班上的各种同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对，没了吗？结束了吧？可以眨眼了。好，走走走。哎，你要坐，你要坐。